窗前正对复合外上，难逃车关意外。这个窗外喷出去，所以出外车祸难逃。不但反光，而且是出门吃药。经常楼上有在那边敲门，就看我弟在那边哭完了叫救护车。然后医生就说左脑出血，影响右眼，然后两个眼睛看人就是不知道你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。